全军出击，兄弟，三带一队。来一把魔腾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我居然会耍这个英雄。其实我会玩的英雄很多，我当年魔腾也是有研究的。他们是螳螂啊，拉过来。稍等啊，有回音，等一下，先不要乱了我的节奏。玩魔腾就是要刷，魔腾不到六就是垃圾。魔腾单挑能力非常强，但是呢，没有位移，所以很笨重。打个眼，不着急打红。这个螳螂应该没来，应该不敢来，直接打了。他这个放 Q 有一个黑色的，这个要站在上面会增加攻击力。死结了。队友他们再怎么阵亡，我们也不能帮啊！我这英雄不到六级帮不了。现在不要帮。先刷，我看到螳螂了，他会不会过来？来了，他炸了，他敢跟我打，你知道我伤害有多高吗，兄弟？就单杀，规规矩矩单杀，硬吃掉，我几乎满血，看到没有？单挑能力太强了，虽然我比他高一级啊，我就是不比他高一级，也是轻松的秒杀他的，但是呢，我必须得赢他。对吧，如果不是阴他的状态肯定杀不掉的，伤害太高了。再刷一波，这螳螂懵了，他没想到我伤害会这么恐怖。五级了，好，这个等级刷的舒服呀。先升六啊，升到六级，针对一下卡牌。就抓这些没有位移的。或者抓他们辅助都可以。1844刀，哇，这抓刀太恐怖了。魔腾为什么伤害这么高，就是因为他的一个被动，他这个被动啊，增加攻击力，增加伤害，不增加攻击力，然后 W 增加攻速，六了，直接第一轮直接回家到六。
是不是有点夸张？先出攻速鞋，先出攻速鞋，没错。为什么要先出攻速鞋？因为增加我们的移速，会让我的无眼恐惧能够触发黏住人啊。还有一个就是攻速对于魔腾来讲很重要，直接可以飞了，下路是必死的。我大招冲过去有鞋子，他拉断不了我的绳子，知道吧？而且我这个前段到六有点夸张，看到没有，拉不断，拉不断的啊，单杀，看到没有，双杀，伤害非常的变态，直接回家，因为我怕螳螂在这里蹲我，他应该不敢，说实话他应该不敢。我来了，这杀不掉了，杀不掉了，算了。哎，杀了，这哇，我第一波 gank 还是成功的，没有位移的是拉不断的啊！我鞋子一出，他拉不断，他没死，他闪现也拉不断，因为我跑得太快了。我先甩个 Q 就行了，增加移速，再加我鞋子的移速，他就拉不断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等会儿我们惩戒。有惩戒之后呢，惩戒一下还能增加我的移速，因为我点的灵光披风，现在没有大招就一直刷就好了啊，一直刷。这螳螂抓不到人，把龙给偷了。玩魔腾不能随便入侵，因为这个英雄一旦被包就死了，跑不掉的，所以最好还是在自己的野区刷就行，不要乱入侵，很危险。这卡牌等会抓一下，这卡牌是没有闪的，我飞他必死了，他躲不了。二十几秒大招，我们先回吧，出来大招就好了。好，回家先把这个出了，这个能增加移速，打人的时候能增加移速，反正我们就要跑得快，跑得快就行。好，我大招好了，飞下或者飞中啊，我们只要大好了就过来收头，稳定收头，跑不掉，像他们这样压线。敢还手又是双杀，一直闪现交了，拉不断我的绳子，别去惊动他们了，惊动他们了，哎，让我来就好了。杀这个吧，嗯，非常好，那不把你杀了，我跑是跑不了啊，我跑是跑不了，不亏的，不亏的。八十秒大，等大好啊！没大的话就不要抓人了，抓不到。这个就不去了。哎，看马尔扎有大，有大的话可以。我来了。你看我移速是不是很快，我惩戒一下移速很快，我惩戒解别人移速，我自己加移速 Q 加移速，再加上这个加移速，
九级。好，继续刷。等大好，继续飞啊，就飞下。他的螳螂比我低两级了，啊，他们下路死了。那飞中吧，这个大招给他中路，然后拿波龙就好。这螳螂不是不做事，他现在没有办法跟我，就是去一路抓人的，他的伤害比我低太多了。我大招好了，马上这波双杀，先飞 EZ 再杀卡牌。你必死，你跑不掉，跑不掉的。小龙刷了。这条龙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打，螳螂来也没用。来，往我这跑。哎我操，这么多人，这蛮王来了，这不好搞，不好搞，不好搞，我没大招，等一下吧，等他蛮王走。蛮王再也不太好搞，这蛮王发育的挺好的。呵呵，他打龙，我笑了。给他打吧，给他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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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你打好了吧，打好了吧。人有点多，你不会要闪现我吧？看人太多了，这个人太多了，怎么下路这个时候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太老了太老了，我溜了我溜了我溜了，我没大招真的没什么用，说实话。还差四十秒，这没办法知道吧，我没大招的话只能走过去，你说我走过去还打个屁啊，黄瓜菜都凉了。等我飞波卡牌，十秒钟，大好了。好，我二级大招了，这个范围会大一点。算了算了，他盖他的那个蛮王来了，飞过去会不会换点，而且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，等他出来吧，等他出来。蛮王是有大的，跟他单挑不一定能赢，他有大招，我先守一下。召唤师，调职，你敢调职？你敢调职？你敢调职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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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跑我可不允许，兄弟，你想跑再回蛇，你跑，本来不想动他，他非要亮牌子，我不能忍的啊。本来想把这个大招留给卡牌的，因为卡牌比较肥。三千块，来个这个。
叶之锋刃，这样的话我可以挡两手，挡两手控制很重要。这峡谷咱们下去开吧，我们这把队友好像不太行。先不着急，先不着急打，先不着急打，我现在没有大魔腾，太吃大了，而且魔腾大招 CD 很长，所以说这个英雄他为什么就是虽然很厉害啊，但是就是玩的人很少，缺点太明显，缺点太明显。打招还没好，好，打招好了。哎呀，我是峡谷，我插不了眼，插不了眼没事，也开大没用，不然他死了。算了，飞塔，飞塔。我把这个峡谷用了。好，单杀他一波。这个，他有闪没闪都得死。我有盾，没用的兄弟，秒杀，啊，秒杀。他定不住我，我两个盾 ，W 一个盾。叶之锋刃一个盾，这波龙我们要拿了，卡牌死了，来帮忙吧，帮忙帮忙帮忙，大招 CD 真的太时间太长了，我下去开个峡谷。我没大，我这个时候很弱，打架这个不能上，这个、不能上，好，他死了，峡谷可开，没大招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，怎么杀到那边去了，这个有点捞啊，队友杀到那边去了，这有点捞，这有点捞，我现在没什么用，好，这个可以，我有 W 兄弟，哎，太笨重了，太笨重了，没办法，哇，这多捞啊，这队友是真地，我就不懂啊，为什么要追到对面塔下去，我得出个这个，跑不动，刚才如果有鬼刀就不一样。要带这个远近改造，可以在远处照一下，然后让我飞。这个卡牌拿了五杀，我这波大招必杀他。他在没有做出金身之前，看到我就得死。魔腾的缺点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太明显了，知道吧？但是他优点很明显，就单挑无敌啊，单挑无敌。我这大招留着吧，给他卡牌吧，卡牌刚拿了五个头，我飞他顶不住的，要注意看他会不会出秒表，他别露头，露头他就死了啊，露头我就去找他，往我这边跑，我靠，这么多人呢、啊！死了一个，溜了溜了溜了，顶不住顶不住，太脆了，人太多了，还好杀了一个，鬼刀够了，哎，卡牌人呢？奇怪了。我来了，我开大他的那个就没了，人太多了，死！你跑，
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八百，我也跑不掉，没办法，我也跑不掉。女妖没用啊，打魔腾出女妖是没用的，因为我开大他的女妖就没了，但是我获取不到他的位置。如果他在没有视野的地方的话啊，但他有视野就行。我开大他盾直接消失，没用的。我得出一个防御装和这个蛮王周旋。先来个秒表，先来个秒表。我复活甲。大龙可搞可搞，都在下。不行，不太能搞，这有点危险。我得去单带了。我们如果团战真的打不过的话，我会选择单带和这个蛮王周旋。只要我单挑能打过蛮王，他们就很难受。这波直接打龙，说实话有点不太靠谱。完了，来人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我得先阴一个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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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撤撤撤撤撤！哎，太捞了，没法打。这团战没法打，我的队友不是很有灵性，说实话我看出来了，缺少一点灵性。我大招好了，你背我，你可搞不清楚情况吗？瞬间把你秒杀，搞这个东西。还好他没打龙，这波挺好的。快去快去快去，我靠，不去啊，这个马扎不去啊！没了呀，太晚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有点小捞，恕我直言。卡牌有个秒表，太吃大招了，对。我们现在去单带吧，只能这样了，守在塔下打一打，等我下一波复活甲，我只能硬上了。守吧，防守吧，防守防守防守，先升到十六，十六的话，我的大招范围比较大，就冲你！不行不行，哎呦，太捞了！我这盘磕头，磕头，口水直流。口水直流，这都我吧？这是白金吗？我的队友有白金水平吗？白金水平不应该这样啊！啊！没办法，他们这个冲出去，你说你帮不帮呢？对面龙都拿了，在塔下守的话，我还是很猛的。哎，有的英雄啊，他就不适合路人局。说实话，魔腾这个英雄不太适合。要顺风局还行，队友他最起码要会打一点。